Chi è? Ciao, c'è.在座各位的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新年恭喜啦！进前潘副主席讲哦，伊的生袂歹哦，带伫水边的番哦，有糖果有米哦，看好无？但是我的那袂较歹呢。我这林天才是日日见财呢，啊，无较输啦哈，今日讲这个联合中的台湾，伊这个资料是为遮来哈，啊，迄、那个当然啦、啊，这个资料真多，啊，迄、那个 PowerPoint 是迄个咱吴建南同心哦，我非常的感谢，啊，大家拍一个鼓啊嘞，啊，好、嘞，在底下哈，这个联合其实啦、啊、吼。在咱台湾俗语咧讲就是啦，提钱去讲买猪肉啦，佮讲话啦，叫姐姐，叫谢谢啦，哦，但是伫初二新正初二，咱有看一个迄个广告哦、喔，咱台湾要重新出发，但是你唔知人家，你不知道真相，你是变哪去出发啦？所以古人讲一句话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；知天知地，胜乃不殆。天时真好用啊！你要了解国际情形，就是美国伊这个对台湾的政策、世界的潮流，叫做天时啦。唔是咱个人咧讲的讲啊，我三年一分，当好运赚偌钱，唔是这样哩。过来是啥物款？地理啊！咱这个地就讲台湾法律的地位是啥物款呢？您敢知啊？当然，这内底天时地利人和上重要。哦，你自己吗？你是日本人、中国人，还是台湾人，甚至是啥无国籍的人？咱人啊，要完全的人，不是讲一个自然人，还要是法人有职业资格。那无你都唔是完全的人，啊！那要讲较粗鲁、较歹听，唔是人，你知影无？就是动物啦，因为你都无名嘛。自比咧，这个中华民国伫遮的时阵是中华民国，也是流亡政府，你敢知伊的真相？伊伫咱台湾咧吞大中间，你敢知影？你如果若知，迄不是叫做念力，就是你唔知，你还乐在其中。是你为上啦，啊，迄只真正是叫做联合。啊，顶个时，伫过年的时候，我一个远房，这个算个表妹啦，啊来遮找阮，我甲阮太太吼，啊来做迄个开讲。啊，我有来接秘书伫内面讲，哎，台湾请问的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啦？遮大声哦，战胜。啊，我摸笑者吼，安尼。你安尼用咩病去？警察又无闪着啦，哦，那我无要紧啦，我甲你问，真简单。伫迄个日本时代时，有派兵去南洋作战，讲有啊。啊，你讲真实哦，无或是你讲日本政府派咱单兵去南洋去甲日本兵烧台，咱战你啊，爱战输啊，所以咱战胜也做战败国，哎，归人煞讲去，笑倒去，你知哦？这就是政治联合啦，哦，伊这个咱台湾即马这个是一个内底面就是法律的台湾真相啦，表面就是一个政治台湾一个联合咧砍掉咧，何你唔知呀？啊，咱看这个吼。这达文西哦，算一个智慧家啦。啊，我就是感觉，看过伊迄个内底，伊有一个迄个，我感觉有两个名言啦、啊、吼、哦，好像蛮不错，我来提来吃。加下掉这个啥，华丽台湾加政治台湾啦、啊。伊第一句我感觉这有一个名言袂歹哈。盲目的无知使我们接受误导，啊，不幸的凡人，睁开你们的双眼吧，
恁敢有擘开目睭？有没有？这内底是喏，换一字就好啊。这字啥物字？凡人的凡，换做啥哩？叫台湾啊！不幸的台湾人，睁开你的双眼吧！台湾人只有拢啊，必须定咧讲啥搞掉？那你讲说喇叭去搞掉，其实唔是啦。哦，这两个 S 个两环这啥？去高调的啦，大调的。咱就是较早，也许较早有足侪有这个党外真侪有心的人，伊要为台湾去拍拼，但是他为了他盲目嘛，他无知嘛，唔知台湾的法律是要行啥物路，用力去想的，所以去做唔对。哦，之前我伫迄个电梯拄着一个同事咪讲吼，民进党足烂啦，咱要起来做这事是不好去做。我讲民进党足好的好，那是不好啦。安怎讲呢？你无行正道的路，你无行真理的路，就算即马你做真好哦，上尾也是失败。从一个钢珠伫即个规则伫即个啥，路途咧是拄开始哦，写个足有活力哦，民进党啊足有活力哦。但是你是伫人个规则内底愈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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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尾倒出来未来中，都是因为你没有那个。华丽在你的心里，你无惊正道的路。好，咱看第一句：对某事物的爱好，产生你对该事物的理解，理解越透彻，爱好越强烈。哎，赶快一句哈，改换过就好啊。事物，你改做啥？台湾就好了。你若有对台湾的爱好，有这个疼心。你也去了解，了解台湾这个地位什么款呢？自然你也彻底知哦，原来台湾有一个真正的法律，上帝在较早真早以前到七十年就给安排好些好些，所以你也去愈热烈。我某定讲哦，我变成狂热分子，我不是狂热，我是热心啦、啊。因为咱有疼台湾的心啊，咱了解台湾真正有这个好的路啊。啊、你哪不爱去行？所以这句话，这个啥是咧讥笑的啦？政治台湾，这句话就是咧讥笑华丽台湾。所以这民众这句话就是讥什么？恁伫家之前的你，下面这句话就是咧讥笑现在在座的你。至少你开始想要来去捌这个法律，你咧搞错。好，咱即马来讲吼，即马台湾这个地位，就是讲法律台湾，甲这个政治台湾。你来用政治的语言哦，你会看花花啦。啊，我用这个生理的角度、公司的角度来看，你就较会准啦。你搁把台湾换作公司，法律改换作啥？公司法，一切依法。啊，这个政治嘞，人事错用。哦，上下其所了。你若像安尼看，你就知影。那这个照公司的话，去经营的公司，我问你，这公司会兴来倒？啊，若要去啊，大家乱创造的吼，啊，无得少啊，可咪上抽者哦。你这个公司绝对是倒的嘛。咱这个法律台湾甲政治台湾，咱秘书长其实伊那写伫迄网络那足清楚的，拢你若去看，你若知影哦。咱即马一个来看卖咧吼，伊这个美国是甲这个法律台湾的时阵，伊过来就是万国公话这边的啥，伊这个关系法吼，啊过落来就是美国这个总统国防部，伊这边就是种有相对应的哦，拢相对应的哦。啊，然后过来就是上尾这样、個，真正的 USMG。有啊，台湾民政，这是 AIT 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哈、哦。你该看个真个哦 ，AIT 是啊，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民间组织嘛。啊，这个是啥？是真正式的官方组织。所以秘书长老在讲啊，
暂时伊这管辖权是较大，但是伊这无在即个，咱这是在即个正式的政府呢。咱本来位置就比较悬啊呢，暂时是你管的权力较大，但是我若是在职，慢慢咱开始一步一步爬起来，这个终吼、哦，这真理吼、哦，终将胜出啦。啊，较早的时都开始，伫遐两年半前，2019年的时候，我咧讲，阮太太就甲我笑呢，讲嗯，啊，家你这样在呢，咧当时要掀起来啦。我讲无要紧，真理就是啊，一步一脚印。他是越走这路的路法，德不孤必有邻。但是你用照这个政治的这个做法，都开始人真济啦，愈发愈少。所以这种可以预见的将来，所以真理终将胜出。咱这个民众在我的信心内底，咱早晚是成功的啦。伊这个，伫这个法律台湾甲这个政治台湾内底时阵，伊其实这个三角关系哦，即内底时最其实最关键是咱台湾哦。你来想看嘛，台湾日本中国伫这个所在，甲这个流亡的机构拢是以台湾为中心哦，因为台湾的地位未定，那底下不啥啥。如果台湾若定的时，对咱这個东南亚的新这个各方面的局势，拢一定是会比较清楚，会比较和平啦。哦，所以你乱其实都是弄这个台湾，因为到目前你这个地位无定。啊，我即卖寻伊这新地迄个新头内底是525亚款，伊有那是有写这个嘟嘟啊，从这个艺术感款吼。啊，我是警察讲吼，给画作一个图片安尼个，我这里顶大家遐有嘛，哦。所以你为遮看这条船啊，左右的是这边法律台湾，这边的是政治的台湾，哦，这是为左右二分法来算，一个法律，一个政治台湾。为什么叫法律呢？因为咱台湾是根据啥马关甲这个旧金山合约，这两个是等于管理咱台湾这个生死的对。啊，政治台湾呢？就是因为美国为这个查理斯泰贝来设的，所以你看嘛，这个位置吼，大家较大，当然是这旧金山较大嘛。这跟美国呢，台湾关系或者国会，当然这也是等同宪法。但是问题，这个旧金山合约的是不是跟美国呢？搁全世界48个国家等于全球人同意这个条约哦，美国是只是48%而已呢。所以这个位置你看多大，所以咱台湾一定要行法律，绝对莫去行政治，行政治上尾就死机了。哦，啊，你来为遮看先啊，因为法律，因为这是太平洋战区，这边是中国战区，这是安尼来看左右哈、哦。啊，你来为这条船，这条船安尼，哦，这个为这条船，你看面顶甲下面，这就是讲二次大战，这是战前。美国是伫边那凉哦，是这个清朝因为烧台甲这个日本烧台，伊怕输。大清皇帝永远割让与大日本皇帝哦，哦，这两个特别用红的给点出来哈，伊在所有主权权利哦。所以日本因为安尼先去摕到啥，摕到这个台湾嘛，1895年4月就摕到啊，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直接。1945年，四维切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台湾的西西门伫倒位，你知无？对，即句话。阮做医生的情况啦，嘛讲吼，做医生来遐看西西门呢，唔是讲医生呢，行行道理拢共款的。人古早咧讲一句话：一里铁，百里通。做所有生意也共款呢。你要去了解你那行的这个生理的生死门，你若抓到表示你就是内行，你对这行的内底生死门你了解，你就是内行，保证你的事业成功。日本伊就是抓到这个生死门，要大行进前紧的，紧的给收下来，股票要大落进前大买走，紧的卖不掉，
啥啥，宽衣收顿来，这是毋是先生问伫遮？等下讲见了的时阵，才要搁公布，迄那是无效啊，哪效啊？这是见证啊，即马见老的时阵变安怎？所以这是变成上下分二分化，所以这条线就是啊，战争日本当时是战败国啊，美国是啊战胜国，而且是主要的占领全国。哦，啊，这个中国嘞，中国伊就是啊，伊是次要的占领全国，就是迄咱郭牧师咧讲的战败的战胜国了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为只看到倒来。日本、美国，这个、俄罗斯这，啊，你看卖这叫，因为先日本出了主权，然后再美国去占领，所以叫做日苏灭战。那管你出你家了，我觉得那叫这里啥，叫这历史，那叫这里的数这时间顺序哈，只爱讲日苏灭战。但是那叫占领高前哦，是真正是灭战入史啊！哦，啊，这是用这个历史时间来来分。伊伫这时，日本伊伫战败，伊放弃这个主权权利哦。但日本皇帝的时，但是要主权义务。这织田嘛吼，伫迄个要签拍草稿的时，有咧甲迄个杜勒斯来讲，日本尚握有剩余的主权义务，安尼。过来是美国，伊就是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哦 ，SFPT， 来这个军政府占领台湾。但是好佳哉啊，虽然讲这个俄罗斯这个变流亡政府占台湾的时候，好咧佳哉这个汉奸，六月二五新汉奸嘛，杜鲁门然后宣布这个台湾地位 suspend 主权未定。但是之前我一定都要从张安那个秘书长来讲，我无寄出，不是讲表示我无主权呐、啊，我是还没有婆家，但是我搁伫带厝来哦，我也搁啥户籍伫块厝，这户籍伫倒伊，也搁伫大日本皇帝手底啦，安尼，啊，这个战败战胜国，伊变化较大啦，伊是因为。普通命令的第一号是 Number One 是来加受降的扎维吉哥，不是光复节哦，它只是一个占领制的诶开始尔。但是佮老尾因为这个啥中美断交了诶，唔是中美断交迄、那个，咱这个咱佮断交中诶唔是咱咯吼 ，ROC 佮断交了时，伊再佮改做安尼，变改这个台湾关系法。所以我即马是用这三行，这奇妙的关系，给伊围着一个吼，一个图安尼。啊，你哪安尼看的时，你会感觉很清楚安尼。哦，迄张图大家拢有嘛吼？啊，若无再举手啦。哦，啊，什么叫做政治任意？拄仔咧讲啊，你从提钱用买地吧？啊，你都唔知影、啊，你还佫认定你是战胜国啊？你含的含这，你也阁唔知影，迄都是足可怜，都、就是不幸的台湾人，所以要避开这个啥眼睛呐、啊。咱起码好来改看做什么叫政治电影呢？蔡总理的心啦，那小哥捌讲过，以这个殖民政权的啥啦，用同心圆。由小圆圈变大圆圈，由轻而疏，安尼，由近而远。那曾经咧中国的新开用的地理啊，哦，好的地理就是爱安怎呢？层层围墙安尼包围，好掉咧，气不落泄，好、哦，这好的地理。因这中国思维是安尼，当然咯、哦，伊做滴这个工课，实在工课，那照同款安尼做啊，那有啥问题？所以，因就是用同性理论啊，我是较低薄，我改画作啥？动态台风眼的理论，静态改画作动态。安尼，安怎讲呢？台风眼的心，是不是中迄个心愈清
愈水，这风台就愈大。边仔的云啊，愈高愈阔愈深，这个风台吼愈危险。啊，为什么要讲这个风台呢？你看卖呢，下面这个水，下面这个水底也在夹嘛。下面这个水是不是在夹？道人的时间上翁嘛，你被压榨在最下层，而且你无怨无悔攻击它的水气，还有它的热量，助长这个风台去啊壮大，再来奴隶你这个道人。所以你提一方买猪肉，佮伊赶猪肉去佮车顶佮伊画姐姐，你看卖，看有可能无？啊，所以是咱同心伫这个网络自由论坛，伊老公以这个。分做差六种的人安尼，啊，咱看嘛，第一点就是乡村的嘛，管理阶层，高级中国人，啊，过来就进宫教阶，这第二等的人哦，哦，然后由亲而疏，哈，过来就是因的难民嘛，因的农民啊，哦，接下来就是这劳工，甚至是讲伊迄个啥，迄个。公家机关的迄种的吼，公营机构，啊，较落来就是这个劳苦的农民，哦，上惨的这个，其他的本土台湾人，就是这上下面这个海水，他只是供给而已，啊，没有回馈，啊，回馈啥？佮你扫倒转来，佮你嫁去哩，安尼。你风台关关的先腰关起来，然后中间切过去，横坡面，我来看就是金字塔了。这个金字塔，你用安尼看就够清楚。那为只切开还是二分法哈？面顶就是中国人啦，下面这是什么人？本土的台湾人嘛。伊伫面顶哦，甲你对甲吼。挡坏坏哦，哦，不能忍受之重哦。啊，这个民政界的人心，他是这个小民政界的啊，掠食者最顶端的是啊，纯种的中国人。因家的心流亡难民，对你来讲，外看的家臣，不然就是家奴了。因在管理咱台湾，这下面这块地条的家，其实外看还是分两种人。二分法，民定这人是既得利益者，咱台湾人真然后18%嘛，既得利益者嘛，伊遐是这个人，你要叫伊搞清，哎，很不简单啦。所以你要叫伊清醒，就会惊到，你知道？哎呦，啊，我底下唔知往清算无，啊，我18%来去，你也唔知无无，甚至我替你甲你斗帮忙，你安尼，你民众起来的时候，我中央面我走去，我真也无钱啊。所以无可能去甲你碰嘛。从拄仔咧讲咧，上下面迄海水是啥物款呢？就是这个上下面无地的台湾人努力，你无汤无了头食，你搁家去帮忙助纣为虐呢？这等下先，我又搁讲这下先，伊慢慢这个图吼真趣味。而且很重要，你若了解这道，等于把迄个所有台湾人这个苦楚伫内底，是拢表现伫内底。啊，台湾人伫遮，互压榨到拢无汤无料，拢无啥好食。哦，劳工还算拢算伫遮内底，拢伫这个完全无迄个诱惑，啥物款的物件互你嘛？所以秘书长是讲，看到讲，月饼阿红刚转来流目屎。我跟你讲哦，伫旧年底时，新闻伫迄个刊一个啥物款呢？你知道？当人艰苦到迄个程度，咱来去想袂到啊！安怎讲？一个妈妈单亲妈妈，是毋是有带一个13、14岁查某囡仔要打工啦？其实伊是要甲伊第一摆甲卖掉，爱问个问奖的时，结果伊去报警察，他只是要求一个12000而已。哦，我看一下，什么流目屎，我心内真正是流血哦。哦，咱的血是有咧流无唔对，但是我迄是流血。但人看可能家己听到，当然我是会当过啊。
在座我想足侪起来才听演讲的人，也是拢来上课的人，绝对不是政客嘛。我也不是啊，因为阮厝较早时，阮的父母、阮长辈，甲我所有亲戚，无一个较着政治的啦，完全都没有。但是我也要跳出来，因为哦，看袂落啊。咱若无阁徛出来时，咱后代咱的子孙，唔是甲安尼尔，万一哦6000块你要卖啊，甲一个查某人的这个以后幸福要来卖掉。啊，囡仔戆戆唔知啊，落听落听啊，啊是因为拄着警察啊，甲再来。来处理掉，以后唔知影，凡事会阁发生啊。但是老啊，一个月15000啊，啊，咱大人竟然爱12000，特别甲一个伊亲来这个伊亲生的这查某囝要来卖掉，虽无子女，当然那个真济啊。有个人烧炭自杀，你阁袂出来，袂使出来外口烧哦。你秘伫这厝内，为着这学贷。为着这房贷，一家口安尼默默安尼安尼，底下七百塞，哪七百塞火团哪烧，屋底内底。但是你自杀死的时，人是为面顶跳到落来哦。你是为了钱去自杀的呢？台湾人是安尼哦，因是为了感情未爽，因是未爽落去跳的呢。就算我白白死，人自杀也比较悬。为什么看呢？人是啊，占领者，你是战败者嘛。所以我遐个患者呐，底下看电视，底下咧叫我免叫。伊那无甲你苦读，他不是战胜者。你是被他压榨的对象，剥削的对象，那是应该嘛？不是咱应该哦。伊要甲你剥削是对伊来讲是应该呢。所以你要觉醒嘛。我自接受这个民政府以来的时候，我根本心情拢看真开啊！咱都好好紧的，把咱这个福音传落别人，愈济人知影愈好，愈早知一切愈早走。啊！伊这个心哦，你这个道心，我今麦豆豆来看嘛，心就第一点是万国公法，台湾呐，伫这法律中的心，相关的万国公法。这万国公法就是上帝的法律，自然法，啊、哦。因为美国军事占领美国的时，伊就因为烧台了，他是占领高权，即马伊占掉哩，哦。美国即马的时，为什么伊讲要阁占掉？因为他没有宣布结束占领嘛。布希伊人拍伊拉克的时，伊上尾有宣布啊，结束。才是伫航空母舰，伊是照啥做法来？甚至奥巴马讲要撤军，伊也伫白宫草皮上徛伫讲宣布12月15日撤军啊，有啊？哎，安尼。所以这个面顶，咱这看这面顶，就是这个啥？伊这个人民有迄个权利啊，是因为他是次要的占领全国美军授权之下，叫伊来遮接的。这边这是啥？这边这就是以流亡难民，他的身份是这样，他是流亡难民、哦、然后咱看咱这边这，伊这缅甸他是战胜国，伊这个情形是安尼。啊，这边诶，咱是日本帝国是投降哦，哦，投降。以这个关系变成讲上下的关系了，哦，所以我为什么变为安尼讲？占领高权呢、啊，是伫面顶诶。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，就是法律啊，你不能违背他，你违背他，他当然可以跟你处分了、啊。哦，为什么二八事件时，当然就是唔知影国际法吧？所以是以这个中国啊，利用讲伊这個。占领高权不能违背啊！你不对，你要反抗，我就杀你嘛！但是台湾人唔知顺从啊，因为你唔知你叫是你是战胜国嘛，就是讲你含伫人格，你阁唔知啊！最可悲就是伫这个所在哈。
但是因为这个伊占领者的心底下，甲你教育，甲你起步的心，所以在咱这的本土当然是啦，斯德哥尔摩症。啥叫斯德哥尔摩症？伫1973年的时候，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，都有两个匪徒要去抢银行啦，结果失败嘛，以挟持四个人三年一难。结果的时候，拍他六天左右的时候，才给攻坚下来。在法庭的中间，遐人质为啥匪徒在辩护？甚至讲，其中一个女孩子的时候，等匪徒伊出牙了的时候，佫嫁予伊。哦，啊，大家就想无啊，啊，就改好一个名叫做啥？斯德哥尔摩症。哎，咱台湾人就是啦，得着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啦。哦，哎。啊！你迄个中华民国以来台湾，他要崛起最大的既得利益，不是我们最大，而且最久啊！啊，是咩啊？才会久？哎、欸，你讲这里和金字塔开用哦，那是会放弃呢？哦，雷峰塔下来放弃，你知无？中国的雷峰塔下来放弃，因为当地百姓相信讲哦，雷峰塔迄个啥砖啊钢啊摕来吼。放在眠床下生十步的啦，啊，铁骨来无去，金山金矿我拢开骨来打，何况是这一个塔？当然，因中国人伊就想讲，我是安怎寻找义气的骨？哦，真简单嘛！哦，中华民国宪法就甲你这个心都位头甲你定落，为面顶遐甲你定个遮落来。台湾是中国的。你们都是中国人，但是咱台湾人的心，伊敢知？伊中华民国宪法的心，阿不甲台湾基本伫迄款的因的地图内底嘛。伊第四条伊宪法规定足清楚的呀、啊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，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，不得变更之。但你看嘛，伊来遮当时变更，伫1952年的时候要签约了的时候。你签约的时候，那个外交部长叶公超啊，伊就讲质询嘛，是安怎咱袂使伫旧金山合约的时候，把这单过乎咱这个中华民国？伊讲袂使就袂使哩。你租人的厝，还是讲去住人的厝？你讲啊是安怎？迄种厝袂使过来我的名，本来就是袂使哩啊。所以就开始五五线潮。伊开始做这个中华民国宪法，迄当阵日本管的时阵，伊无伫咱台湾，无伫中国内底。到即摆伊也无改啊，啊无好，咱也是依法啊。哎，中华民国宪法根本台湾哦，甲中国一撮关系都拢没有。然后是伊安尼拗搞，宪法甲你定心内心，位头定到位，你感觉哪有啥？我用媒体嘛，逐天都甲你放松，用假物件唬恁。但人才认为讲，啊，我那是中国人，我是战胜国同款啊。所以有的人伫这个无知的台湾人，那是同款，伊无得到通牒，伊搁伫遐呐维护中华民国的利益，这都是政治恋意。哦，安尼敢有够？还无够咯？你看伫迄个烧台的时阵，伫迄个卡通，还是讲啊太空战舰，哎呦，对方要来紧的，举起防护罩，有无？哦，即马较先进，才有防护罩，较早无啊。中华民国比你我先进，伫六七十年前的时候，人防护罩都做出来，安怎做出来呢？他第一层防护罩的是军警施法，警备总部来台嘛，甲你抓啊。个耍的心，何你会惊38年？这啥？伊迄个白色恐怖。啊，我遐心底下有诶，患者心是遐较少年，讲到二八事件，啊，卖讲啊，来六七十年前诶，已经毋知过到当时啊，讲啊做拍鼓来，已经迄拢无去啊，迄无啥啦，迄免讲。但是若要请着身份证，讲哎呦，毋知用点红做记号无？我讲哦。二八事件还搁伫你的心内哦，昨个代志暗暝还搁伫心内，啥物偌久60年，你在骗自己，
所以当然科比嘛，你落在这个裸汉你这个练力来的，你还在骗自己。所以我们在讲，你为什么如果去走出台湾重新出发，你绝对就是一定要去了解你的真相，然后你暗暝拍掉，才去看到这个阳光啊。啊，较早的时阵是用这个武力甲你抬。但是阿变了的时候，我讲免惊啦，同款有，只是变个样子。古早是讲皇帝，咱即马是讲总统嘛。古早甲你抬啊，即马用司法甲你关啊，办理不办难啊。所以这个司法的心，对人来讲的心是法律啥，千万条要用啥，家己敲啦，是不是啊嘞？啊，较早阮老爸在讲啊，中华民国这个官，大家那些歪。哦，若要判吼，真简单啦、啊。你很有理，安尼哦。啊，你也有理，哦，安尼哦。不过吼、哦，你最有理，你最有理哦，三个金条啦，一条无，还阁无理由，两条了开杀哩，三条金条人上过有迄道理。迄老伙仔常常在甲你警惕安尼，一输啊，甲你判嘛，哦，啊，然后嘞。用公务人员18%，给你一些恩惠。台湾最大的奇迹在倒位呢？经济哦，歪未倒。哦，伊唔是讲阿你18%哦，一年过三折咯，顶个报纸刊一年要阁开差203亿个哦，哦，从几月拢阿你控几月来写出来？一二十年哦，阿恁敢知？是顶个报纸刊出来恁才知啊？你自从抽唔知，你唔知影嘛？啊、所以我遐朋友咧泡茶讲，唔知啥物人设计块来啥物夜退。啊，我朋友算算讲，来讲，伊做老师嘛，伊夜退伊讲差7年啊吼，已经登本啦。但是我知啊，伊即摆已经领10年啊。等我看伊的会时，我看过活咧20年无问题。这个公司无倒那未倒，无倒那未晒哩就对啊，对吧？啊，我上气就是安怎，遐农民拿来看病，免自付哦。凭什么块民主？哎，阮太伊就知影，我足气者，你知哦？足侪单人因无钱去收卡免看病啊，然后我还佫摕钱，互你这农民去用民主，这是甚物天理嘛？所以即款种一定爱拍破，你若无拍破，毋是讲你尔，你个囝囝孙孙永久拢共阮行这个路，啊，恁敢袂？对，啊，不然咱徛起来啊，哦。这两个防护罩不够啦，啊哪有够？教职人员、教育体系给你教，卫生给你教，我杀恁的人哦，夺恁的财产哦，给你饲大，我你要谢谢我，因是我是饲你的老爸。那囡仔唔知是无囡仔知，你情何以堪？教育的力量才是严重，因为小的给你教到大汉，所以你来看卖了，伊用什么款的防护罩？就是军公教殖民体系，这个军就是啥？棍阿要给你讲，啊，你若唔听，就给你讲，哦。但是你若要听话，我就是萝卜给你吃，棍子萝卜。所以你看伊这个中国人，伊吼虽然说你咱真受气，但是人伊要甲你统治，有他的一套。所以足侪台湾人的想讲，迄无可能改啊啦。你若足侪吼，拢去共拜托你啊，请一个身份证，还是讲安怎，还是讲你甲伊播扬这个传送这个福音好伊是绝对甲你，迄无可能啦。中华民国遐尼大个心，你哪有可能改变？你想讲有可能无？我要想细声啦。哦，啊，为什么有？会用阿你讲啦，团结无效啊！民进党敢无讲叫大团结？二八所牵所那团结啦，哎，决策。你若决策，伊就倒。你免压刀压枪，你决策，你把你福音传出去，你去领心情两件代志。
啊免流汗啦，啊免流的衫都唔免，真凉。伊就倒啊，啥物原因呢？甲册本土台湾人啦，九二地震，恁遮北部较毋知，我住台中嘛。伫台中个坡仔坑时，个路吼，其实安尼起哩哦，差两三站，差上少两站远啦。但是有一间厝哦，拄起好新叠叠哦，拄啊伫即上下要起来，伊个路安尼断层了哦，规个啊厝都倒落嘛。我拄起啊看，哇、哦，迄厝真新嘞，拢无起甲无害哦，甲纯粹就安尼倒落尔，都安尼尔尔啦。